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我的天哪，多久没给你们做过爆浆蛋糕了？我儿子又嚷嚷着说想吃爆浆蛋糕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，都来关注我，来我家吃蛋糕呀！我们下面来一个鲜亮的颜色好不好？好久都没有用过绿色了，要想生和过得去，人生一定带点绿。哪里？哇，看这个绿色好不好看啊？绿色里面可是调了点黄瓜进去的，哦，好好看啊！鱿鱼的超漂亮，哇，这边满了。哇塞，站不下，哎呦呦呦呦，甩出去了，站不下，放一边去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是吧？哇，我们再来一个好看的颜色，最炫民族风都是红配绿，我们来一个红色。哦，夏天这个炎炎烈日，一定要吃西瓜，西瓜汁配出来的奶油呢。哇哦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哟，有没有一种要吃大西瓜的感觉？哇，这也太浓厚了，好好看。我们这里放个什么颜色？我的天哪，好久没有弄过爆浆蛋糕，我好紧张呀！来个黄色吧，来个黄色，黄色，黄色。我感觉奶油相比较煎的特别的多一样，好像都放不下。黄色可是我最喜欢的奶油颜色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哎呦，跟那个蛋黄一样。哎呦，有没有发现？哇，好好看，露下去了，差点喷出来，喷射开了。上面放个什么颜色呢？快！快，在这儿都挺急的，我想想啊，哎，我想到了，来一个压轴石灰色，我们试试行不行啊？我来这个颜色了啊，一会儿我们要正好尝一尝，这个颜色里面是放了点黑巧克力的，压轴色来了，飘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有没有觉得有那么点意思啊？哇哟，下去了，还是很好看的嘛，有一种那种。已经流掉了那种奶油雪糕的感觉，想不想吃？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爆开看看好不好看。